是《新条物语》第100期封面人物茉莉。我今天最喜欢的是第一套那个绿色的礼服，因为我觉得其实搭配婚纱的印象好像就是白婚纱，但其实我觉得婚纱应该是要穿出你自己最舒服，然后最能展现你个性的一种礼服，所以我觉得那个绿色的整个非常的深植我心。是我最会吗？下跪跟人家求复合，好费劲，摄影师直接没有我最会。说啊，我觉得我今天很想吃牛排，然后直接被打。我觉得幸福的定义应该是你找到一个非常愿意倾听你，然后你在他面前可以自由自在做自己，不需要任何武装假装你自己的一个人。When it's cloudy, I don't see you. When it's dark, I lose your spark. Night or